我听人家说的，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，用光把这一照，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，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，哎，它就愈合了。你别笑，真的。哎呀，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，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。嗨，瞧您说的，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，咱得的又不是绝症。哎，大夫告诉您啊，就好好练，一定会有效果的。啊，一个月黄金时间，要是恢复不了，那就彻底歇菜了。春生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呦，东哥来了。行啊，你小子，回来也不言语一声。小梅都跟我说了，配合大夫啊，抓紧时间康复。等你练好了，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。等这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，啊，改善一下伙食。完了，上我那儿去看看。我现在带一帮小崽子，都等着要见你这大英雄。嗨，我算什么大英雄啊？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。嘿，要跟我贫是吧？臭小子，来，大家看看，我把谁带来了？您就是肖克森同志吧？苏菲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，是吗？他还说我什么坏话了？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。哎呀，东哥，您这不厚道啊！我单刀赴会，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，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。别贫，别听他胡说。梁师傅，咱赶紧去吃饭吧。对呀，东哥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吃饭去吧。啊，走，这吃饭吃饭。行，你们继续练啊。行，你们先练着啊，我们再练会儿。则不通啊，坚持一下啊。谁说天晴是蓝色，谁说温柔粉色。啊，这儿酸。我们何时你这可以啊，手劲儿挺大的。直起来，对，多少故事可以吗？剪下了一阵阵美好定格啊，就是这个手法。就像琥珀，我迎着光的方向，梦中一样闪亮，我开始静静的想，直到风吹麦浪，在心之所向的远方，记载的光芒，有眼泪有你给我幻想停住的时光。别藏了，没藏。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，天天围着萧春生转。现在她的残了，你还不死心？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，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？她不会站不起来的。哼，你倒挺有自信的。
可是凭你的学历，哪儿来的自信帮他站起来呀？我在学习，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画等号的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，这不仅仅是为了肖春生。康复医疗，你说的倒好听，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？妈，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，您作为一名医生，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我是心疼我的女儿。好，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，我再也不管你了。小梅，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？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，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。春生，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？针灸？你还会针灸啊？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，咱们可以试试，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，把裤子撩上去。哦，这样行吗？你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？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，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，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，你多担待。有感觉吗？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啊？伤筋动骨还100天呢，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。再说了，老话说得好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肖春生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。小陈，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。啊，是。以你现在的成绩帮部委看看没问题啊。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，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，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，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。这件事儿啊，我们和叶芳商量，如果你决定了，我们支持你的选择。叶芳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叶芳，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？红军，我支持你的选择。
阿姨，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，我的人生，我的事业，都要麻烦二老操心。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，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。部委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这次我想靠我自己。我吃好了，先回去看书了，你们慢吃啊。叶芳，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。这种时候，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，要害他。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。体会到了吧？当初我说让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，就这个，你看他没怎么着呢，张口闭口靠自己，靠自己。他要是真腰板硬了，别说是报恩，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。哎，妈。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，还有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？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，还处处提点我们，好像他要是不遵守，就比别人粗鲁，低人一等，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。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，我也吃饱了。哎，哎呀，瞧瞧瞧瞧瞧瞧，我说什么了？我不是为他们好啊，我觉得哈，孩子说的有道理。吃饭，我哎呀，吃饭，你吃不吃啊？不吃，吃饱。大爷，有外汇券吗？这叫护爷。哎，大姐有券吗？没有。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？师傅啊，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？哎，不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，这两天。哦，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？您就是天儿哥吧？嗨，甭嫌我嚼舌头根子，我听说这老葛呀，最近遇上个大户，这价儿吧还比您高，还给老葛赚差价呢。估摸着您呐，悬这次要扑空了。这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，我找他理论去。哎，嗯，算了，这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，儿子还是个残疾。也是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走吧。齐天儿，你别愁了。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，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，想其他的办法赚钱。说那么密，哪儿那么好找？上哪儿找去？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，但你是齐天儿啊，你一定可以的。锦秋，你信吗？我信。就冲你信我，我求你。你知道一个男人吗？在最难的时候，他最需要什么？
什么？是别人给他的信心。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。念秋，我今天儿谢谢。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？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七天儿，我年纪比你大，没有存款。长得也不漂亮，不是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能这么对我说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其实我长这么大，除了那个骗子以外，没有人追过我。但我长得不好看，也不聪明，也不会拉琴，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。念秋，念秋，谁都年轻过，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，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，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。我期待认定了，你就是值得我爱、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。如果以后你不怕后悔，那等春生好了，咱俩就找他说，定个时间。咱俩都这把年纪了，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，我追你的把戏了。以前的事情都忘了，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，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。你打住打住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的，不敢讲大富大贵，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。一辈子。我到了，你回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黑子换券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，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。成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明儿找他合计。嗯。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？要不过两天我去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燕秋，我还是那句话。十万二十万，我努力挣出来。
哎，姐，回来了。哟，你还没睡呢？姐，你最近早出晚归了，干什么去了？啊，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，我帮个忙。帮天哥赚钱？姐，你为了这个齐天，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？哎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！哎，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？再说了，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，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？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？这话说的，姐。哎，天哥是个好人，你能找到对你好。哎，你早点睡，别想这么多了啊。我替你高兴。冷不冷？要不先喝点茶。不忙，姐，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。我赶紧带春生去医生那边。那辛苦你啊。哎，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路上慢慢走啊。哎，放心吧。啊。大夫，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？别着急，放平心态。恢复这事儿最怕的就是着急。你应该适度的运动，没事呢多活动活动。春生，你和护士先去拿药，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。哎，护士同志，麻烦您帮我取一下药。好嘞，谢谢。春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。小梅，作为医生，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告诉你，春生的腿肯定能好，或者肯定好不了。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，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。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。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，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腿？确实，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，但是治愈率也不是百分之百，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。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，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。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，重新站起来。
生刚说了，情况很理想，你放心。咱们得打起精神来，只要坚持复健的话。小梅，我想要去复健。今天已经不早了，明天再去吧。我真的想要站起来。春生，休息一下，喝点水吧。今天的量已经够了，咱们得慢慢来。春生，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得循序渐进。医生说了，不能着急，否则的话，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，适得其反。小梅，你把手放开。你再这样的话，可能就真的站不起来了。有事说事儿，不是献殷勤我害怕。哎，妈，是这样，您也知道春生的腿。打住，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。报告领导，希望得到领导首肯，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。停住停住，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？想要设备就设备，想要进口就进口。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。帮大忙？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我能摘得下来吗？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。星星月亮离谱，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。童小梅，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？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？我知道很难，这不就来求您了吗？别给我灌猕猴汤，不用说了，不可能。妈，我明着告诉你，医院没有这个途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自己有本事，自己去弄吧啊！我管不了这么多。
昨天我上建国门，我整个都翻了一遍，我就差抠砖去了，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。我一想，这人没找着，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。我就让瓶盖起子出去问去了，问问说谁能收外汇券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哎，那帮收外汇券的，一听说是这事儿，第二句人都不听，抹头就走。我一想，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。我后来啊，我就抽冷子，我看有一落单儿那小子，我就给他拎回来了。哥，你放心，绝对没动手，这怂着呢。吓唬两下，当时全招了。我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北京外汇券这一块，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？三哥呀，最近来了一朋友，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，就要插一杠子，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，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，谁都不许收。所以燕秋姐，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，我一听啊，那葛大爷估计啊，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。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经济市场了，公平竞争，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，你说说。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哥，你讲话了，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，我得罪谁呀？我得罪。你们呢？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，哥。我也得。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？以前。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啊，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。再说了，谁那么多年了，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？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？没有。啊。我找人弄他。哎，多大岁数了？什么年代了，还指着打架解决问题呢？坐下。那你说怎么办，哥？咱这外汇券就全都砸手里啊？这几天啊，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，容我想想辙。不是哥，你老想什么辙？咱弄他不就完了吗？哥，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。行，那开吃之前，老规矩，我讲两句。今儿是个好日子，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:38，今儿我们大家伙儿欢聚在这里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，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。来，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。来，谢谢哥。我继续努力，别骄傲啊。还有句话我一定要说啊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一杯敬给一直陪在陈红军身边的叶芳同志。如果没有你的慧眼识珠，没有你这一路上的细心栽培和敲打，我们的陈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。来，举杯。来，谢谢进方子，谢谢你进方子。红军，你得好好对方子啊。哥，我记住了。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。哎呦！
娟，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，我要跟你道歉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芳子，你别说了，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。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。坐下，坐下。正好今天大家都在，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，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。行，你说。芳子，咱们俩一路走来，我特别感谢你，谢谢你一直帮助我、包容我、陪伴我。其实我这人呢，身上挺多毛病的，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，对我很失望。其实这些我也知道，不过那个从今往后，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。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戴上啊。戴上吧，那赶紧戴上呀！对，戴上啊！戴上，来，戴上，戴上！快快快，别害羞啊！快快！这都戴完了，那现在是不是得亲一个呀？是是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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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别害羞啊，亲一个，快快快，亲一个。哦，好，哈哈，啊，来来来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百年好合，拜。哎呀，慢点。哎，天哥，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？我们不着急。你离不开人啊。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这腿瘸了。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。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听我的，早点办了。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。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，我能行？臭小子，我头疼。行了，赶紧吃吧啊！行行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哥，等我一进海关，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。春生，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到点小困难，那整体还是不错，就等你的腿好了，你就等腿好了呀，甭等腿好了，我现在就能安排。你安排什么？你安排？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，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。你腿好了，你好了，你刚好你消受不了，那就不当警察呗，不当警察行了吧？可以干文员啊，对不对，姐？当文员。什么？哎，
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。嗯，那就干后勤。哎，这后勤肯定行啊，后勤还轻点，轻点。哥，我明儿就打电话，我明儿就安排。春生，你就到我们这儿来，你就到。铁饭碗要被打破了，体制内不像。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？你不懂，你是被录用，但你还没有工作规定。那咱们俩是谁没进过体制内？谁说没事，我们一个人行。哎，我未来市场经济不是？咱们俩这么着，未来市场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？谁是你喝一个。我不跟你喝，我不跟你喝，你不跟我喝，我自己喝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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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俩少喝点。少喝。干了啊！